同学们好，我是今天的主讲老师马寻。今天我们的课程是火爆美食。通过这门课，我将带大家来看一下长沙人的一天是吃些什么的。那么老话说，一日之计在于晨，长沙人的一天往往是从一碗米粉开始的。老板好。好。来一个小份的卤肉粉。好。我们的粉已经做好了，这家粉店呢有好几十年的历史了，他们家的粉我非常喜欢吃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粉。首先盖在这个粉上的叫做盖码啊，盖码有肉有菜，我们今天点的是这个招牌卤肉的。然后在盖码下面就是我们的粉，看它是原来是米白色的，经过它的汤汁调料调完之后呢，变成了这个汤汁的这个酱色。我们先来搅拌一下，哇，它的这个香气就已经起来了，激起了我早晨的食欲。我们来吃一口，嗯，很香很辣，它的味道非常的浓。我们来吃一口它的盖码。那个卤肉的味道非常好。那么湖南人呢，管吃粉叫做嗦粉，就是像这样一口气把这个粉给嗦进去。那这样吃呢，就会吃得很快。今天我的两个朋友来长沙玩了，我推荐他们上午去岳麓山玩。那么现在到中午了，我准备请他们吃香菜。Hello， 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怎么样？你们上午玩的怎么样啊？我们上午去了岳麓山。岳麓山很好玩，你们去了爱晚亭吗？当然要去了爱晚亭，怎么可以不去？对，虽然没有枫叶，但是依旧很好看。对，还有岳麓书院，你们去了吗？也去了，就是门票有那么一点点小贵，但是。他那个文化景点还是很好看的。对，岳麓山确实值得一去。那我们现在要去做什么呢？哎，到中午了，当然是要吃香菜了。今天你请我们吃。对对对。啊，谢谢。前面就有一家香菜馆，味道特别不错，我准备带你们去尝一尝。走吧走吧走吧。哎，马行，这离那个香菜馆还有多远啊？很快，我们就已经到了。是这家吗？就这家，对。哦，陆香人家，对吗？这里是湖南大学很有名的一家湘菜馆，我觉得它非常好吃，所以今天带你们来尝一下。好的。哎，走吧。我们进去吧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你们知道湘菜都有哪些吗？我只炒肉啊。臭豆腐。臭豆腐也是湘菜，但它是小吃那里面的。你们中午想吃什么都可以点。可以，反正你出钱。对对对，好，你点吧。还是好的，我来看一看。帅哥的话，我们这边的话有比较特色的香菜，你可以看一下。然后这边的话是火锅，冬季的话是卖的好的话有羊肉火锅啊，然后有鱼杂火锅、跳跳蛙火锅，这边是卖的比较好的。然后香菜这边的话是卖的特色一点的话，就是我们剁椒鱼头啊，凝香肉啊，还有这个手抓排呀、这些都是我们卖的比较好的，你这边可以参考一下啊。看喜欢吃什么啊，可以直接点。你好，这个一锅鲜里面是什么呢？一锅鲜里面的话，这个是有黄鸭叫、有荷花鱼、有鲶鱼，有三种鱼，是煮在一起的。那我们点一个一锅鲜，这个。然后这边是点个一锅鲜是吧？对。好的。然后一锅鲜啊，还需要什么别的？还有一个剁椒鱼头，这个是特色香菜。对，这个也是我们特色香菜。对。好的。还有这个大蒜辣椒炒肉也是的。好，点一个这个好吗？好，那就是一个一锅鲜啊，然后一个剁椒鱼头，一个大蒜辣椒炒肉啊。
哎，这边的话，还有这个也有这个辣椒炒肉，怎么样？可以，我听说很好，好像是香菜，对，很有名的，是香菜炒的比较好。能不能点一个素菜吧？嗯，可以来个牛肉或者什么之类的菜。点一个蔬菜了，蔬菜了，四个。蔬菜的话，这边的话有红菜苔，然后有小白菜，有手撕包菜。这边你看你吃哪种？都是这边时令小菜，当季的。这个笋是冬笋吗？笋的话，这边是米笋，就是那种米笋，对，哦，笋你们吃不吃？嗯。可以，那我们点一个笋啊，再来一个椰子菜啊，来个红菜来可以不？现在当季的小菜啊。好嘞，可以可以。好的，这边的话您是三位对吧？对，三位。嗯，那么这边就给您安排上菜，好不好？好的，谢谢。好的，你们下午还有什么安排吗？没有啊，暂时没有。不是你带我们吗？对，我带你们去长沙各处玩一玩吧。是哪儿啊？长沙当然是美食之都，所以我们去各个小吃店呀什么的去吃一吃，怎么样？搜了五一广场那边好像挺。对，五一广场，然后坡子街、太平街那一圈都很好吃。好，可以。有很多小吃那边，还有火宫店，你们去过吗？臭豆腐。对，火宫店的臭豆腐。我只听说过。哎，菜来了，菜来了，上菜了。哇哦，好大一盘呐！这个也是冬笋，但这个笋好像好吃一点，因为他说这个是腌过的笋。这个吃到嘴里有一点点麻麻的。哦，你吃有吗？嗯，有有吃有。你说冬笋要过水什么不麻嘴？嗯。腊肉不绝，你试一下。就我觉得腊肉很好吃啊，我那个同学他们家腊肉就是跟百度上那个真的是图片是一样的。哇哦！真的是放在火炕上面，那种熏完之后。你知道吗？网上有那香辛辣上面挂了很多的肉在那个炕上面。嗯，罗航这个，这鱼头看上去太大了，我天，好大呀！我要吃鱼嘴吧，美容。我就吃这个，这什么鱼啊？正宗的应该是庸鱼。什么鱼？庸鱼。庸鱼。就是鱼字旁放一个中庸的庸。嗯。是不是蘸着这个要好吃？说要蘸着这个好吃。吃鱼嘴吧，好嫩。鱼嘴是嫩的，对。好辣呀！对，很辣呀。好辣。就是很辣，它这个料汁，它的汤汁，汤汁很辣。我吃的还好呀，可能是我不太吃。你不太能吃辣哦。但它很爽，就是刚开始下口没什么味道，但是后劲很足，你知道吗？嗯。两个鱼，我有点不太懂。因为我感觉它这个剁椒鱼头，它只有鱼头。那这是什么鱼？搞个吃。这里面有黄鸭叫，还有鲫鱼。黄鸭叫是什么？是鸭吗？鸭。不是鸭，它是鱼呀、啊。哇，还有点辣味。汤吗？有汤点辣，有点辣。对，这个看着辣子不多，但是很辣。有点辣味。那还是挺好喝的，可以了。我以为这个是不辣的，因为它突出的特点是鲜嘛。嗯，可是它也挺鲜的，我觉得。对，鲜当然是很鲜。但是竟然也很辣，我觉得还是剁椒鱼头更辣一点。我觉得这个辣一点，这个辣一点，因为你一口喝的多。我觉得这个汤辣一点。那你喝一下这个汤。那个拌饭吃，那是油，那不是汤。让我们来吃辣椒炒肉，就是辣椒炒肉啊。有辣椒和肉，所以它应该就是辣椒炒肉，是吧？好没有见识。还有蒜呢，吃肉不吃蒜，味道少一半啊！真的，真的。完了，我可能夹不起来了。但这个不辣呀，辣椒炒肉不辣。因为其实青椒它更多的是甜一点，我觉得。很好吃。
和大的。怎么样，好吃吧？嗯，南菜还是好吃。对，它很下饭。这里面我最喜欢的是这个，我也是。超我觉得那个好好吃，这出乎我的意料。对，我觉得腊肉最好吃。哎，腊肉也好吃。前面就是我说的太平街了，这是我们长沙非常有名的一条小吃一条街，它的历史非常悠久。哪儿啊？就在这里，你看我们已经到了。哦哦哦，这里太平老街。对，它的牌子很好看。哦，那给我们拍一张照行吗？好的好的。来，给你，我打开一下。来来来，来把头发整一下，可以吗？可以可以。两个，可以。多来两个，多来两个，可以了吗？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那我们颤一下。很远。拍照技术不错。直男拍照。啊，一点都不好看、啊。一点都不好看，再来一张，再来一张。嗯。这样子下啊，怎么拍？好，三二一。哎，这张可以，这个、蛮好看的，可以，这个好，这个挺好看的。好的，那我们进去吧，走吧，我们走吧。里面有几个？这个是直接放糖煮的吗？对，这是蜂蜜水。哦，蜂蜜水。蜂蜜水。就是唐人巴巴哪个才是正宗的？到底哪个才是一般做的？这个是正宗的。嗯，我一直以为这种是正宗的。这是油头头。哦，这是油头头。这是芝麻。这不就是麻球吗？所以它叫油头花。哦，我可以吃一个，我可以申请吃一个。那它六个哎，我们可以申请吃两，吃三个。不行，我等会儿去吃那个葱油饼。葱油饼只有三个，好，谢谢。
啊，这里就是我们长沙很有名的一个小一个美食街，叫做火坡子街。哦，坡子街美食广场里面很多好吃的，对吗？这里面有很多好吃的，我们去看一下。啊，那我们进去看一下。这哇，好香的蛋糕！我天！好，这里我们到火宫殿了，你们看一下。嗯，挂了这么多宫。对，火宫殿。火宫殿是长沙非常有名的一个小吃的一个地方。嗯，那么它以前是供奉火神的。哦，难怪这个鼎，这个鼎很像。那么现在是很有名的小吃品牌。啊，很有名的小吃品牌。那我们这走哪个门进去？走旁边的门。走旁边的门。对，不能走大门。里面有什么好吃的？进去就知道了，里面可以吃的。为什么不能走大门？因为以前不是皇帝可以走大门吗？这以前是皇帝居住的地方。不是，以前皇帝可以走大门的呀。哦，这样啊，对，是的。然后这边有特产店。然后还有戏台。哎，还有戏台。对。看一眼。他晚上的时候会，放这个真人演的戏。哦，那是不是快了？现在已经这个时候了。在哪儿吃东西啊？我不想看。这有点像花。然后那边有一个卤水的一个展示。卤水？对，可以看。卤水是什么？就是他一个很有名的小吃叫臭豆腐。啊，这就是做臭豆腐的地方。对。是不是卤水发的越久，它就东西越好吃？应该是。豆豉，还豆豉。先热卤水，然后再发酵，再浸泡，再油炸嘛。这个里面很好吃吧？哎，来了火宫殿呢，有几个招牌的小吃，我肯定要点给你推荐你们的。嗯，首先这个臭豆腐，臭豆腐啊，对，非常有名的，还有糖油粑粑，糖油粑粑，是的，那个葱油，还有葱油粑粑，葱油粑粑，还有姊妹团子，这是一个甜点。哦，姊妹团子，甜点，看起来挺可爱。确实，还有吗？你们看一下有没有想吃的。我觉得先吃你说的这几份吧，其他的我怕吃不完。就是我们点的三杯，网红奶茶，叫做茶颜悦色，是长沙非常有名的奶茶店的奶茶。那么这一杯它是蔓越蓝山，下面是乌龙茶，上面有着奶油，还有蔓越莓的果粒。啊，这是你喜欢喝的。谢谢。这一杯叫做人间烟火，它是下面是乌龙茶，上面有淡奶油，还有开心果粒在上面。这是你喜欢喝的。谢谢。这一杯是我最喜欢的真真纸鸢，它就是下面的乌龙茶，还撒上了一些蜜桃的乌龙的果粒，在上面可以看一下，非常的好看。好的，谢谢。葱油饼，好。姊妹团子。桂花糖油粑粑，好，桂花糖油粑粑。油炸臭豆腐，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。那么这个火宫殿的臭豆腐呢也很有讲究，吃起来你们看，先把臭豆腐打开一个孔、嗯、打开一个孔，对，然后把这个菜放进去，这个是香菜，然后夹起来放到这个汤里面，会不会很辣呀？蘸了很多的汤汁，这样就可以吃了。哦，这样吃，好，我们试试。你们觉得味道怎么样？外面好脆啊，里面挺嫩的。
一点都不臭。对，它就是闻着臭，吃着香。嗯，而且这个香菜很香。哇，好辣！它这个汤汁是辣的。嗯，味道很不错。臭豆腐好辣呀！啊，那可以吃点糖油粑粑，它这个是甜的。哦，这上面是什么呀？是桂花。桂花。然后配它这个糖油就更甜了，就。其实我很少吃甜的东西。那这个是真的非常甜。真的吗？很解辣。对，因为它里面是糯米嘛，很 Q 弹。嗯，如果你觉得糖油粑太甜的话，可以吃这个姊妹团子，它这个煎的里面是肉馅的，所以没有那么甜。好，你可以尝一下。好的，这个煎的是吗？对，煎的是。试试。然后这个圆的里面它是糖馅，圆的是比较甜的。螃蟹你喜欢，你可以吃圆的。我想先吃肉。哦，你想先吃肉。嗯，里面的肉非常的鲜。这都是糯米做的吗？都是糯米做的。嗯，因为它这个里面是实心的，但这个里面它包了馅，所以可能这个它的肉跟它的更紧实一点。嗯，对对对，这个肉要稍微，就不是这个肉，这个面粉要稍微，这个糯米要稍微叫怎么说，就是松软一些。对，很好吃，我更喜欢吃这个。啊，最后我们来尝这个葱油粑粑。葱油粑粑已经期待很久了。它这个很大一个。你吃过吗？没吃过，可是它很好看啊，这样。我看上去觉得很多油。炸过的。哎，哇，这么脆，又很脆，我要动手了，有点像那种北京的焦圈。北京的焦圈，没吃过，但是比那个要大。嗯，干杯。又饿了，有哪里还可以吃东西？哦，已经很晚了，那我们去吃夜宵吧。可以啊，去哪里吃？长沙有一个很有名的地方叫扬帆夜市。扬帆夜市哦，对，那里很大。好像我之前在小红书上有查到过。嗯，里面有很多好吃的，晚上绝对可以满足我们的胃。好，走吧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去吧。怎么去啊？打车。可以。哇，这么好。走走走走走。好，走走走。我们到了，这里就是长沙最大最有名的夜市，扬帆夜市。啊，扬帆夜市。就在这里面有很多的摊子，我们进去看看吧。好，走吧。我们就是小龙虾，看着不错哎。啊，我想吃这个。挺好，那我们吃这个。好。有口味的蒜蓉的，你们要吃哪个？就口味虾。口味的。口味，对，口味虾。98还是128的？128是怎么卖的？98两斤多，128三斤多。好，那我们要128。128能吃完。可以。微辣的啊。微辣的。好嘞，好嘞，在这里吃的啊。对。好，行。
好，够了吧，很多了。好，几个人的够了吧？我觉得可以了。哎，来趁辣椒吧。好的。好多呀。直接确定是我们吃的吗？要辣椒啊。嗯，对，微辣，微辣。行行行。我们的小龙虾已经好了，这个口味虾的长沙非常的有名，在炒完之后它通体是红色的，那么上面还点缀着绿色的葱叶和香菜，看起来就非常的好吃，那么闻它的香味呢也非常的辣啊。然后我们现在开始吃吧。你看它把虾头已经去掉了，我们先来吃它的钳，这个钳上的肉也非常的多。那么吃完了钳之后，我们把它的这个给剥开，头和尾分离，看到头里面还有一些黄，我们可以把它给缩掉。你看它这里呢已经把虾线给去完了，我们可以把虾壳直接剥开。看，很容易就把这个虾肉给剥开了，我们这样直接吃就可以了。配合它的酱料，它的这个非常的香辣，觉得很好吃。吃了啊，你随便吃一点，你们尝尝这个虾吧。好，小龙虾要怎么吃啊？随便吃，你只要吃钳的话可以吃这个钳。嗯，这鱿鱼很好吃。很入味。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，非常好吃。哎，都吃完了。嗯，吃完了。嗯，很饱了。味道还挺好吧？挺好吃的。六六六，特别喜欢。对，我也非常喜欢吃小龙虾。绝了绝了，这里面还不错，谢谢你的款待。哎呀，小意思了。下次还要来。长沙好玩吗？挺好玩的，最重要是好吃，我喜欢吃这里的东西。嗯，长沙美食是出了名的有名的，符合我的胃口，辣主要是。有没有考虑留下来呢？移民长沙吧。那这个我考虑考虑。